给了一个声音和什么，它只能称为是一个律动。所以律动呢，就是规律的声音、动作或者是现象，叫做律动，既不是拍子，也不是节奏。那么什么叫做规律的声音呢？可以举个例子啊，什么样的规律的声音我们可以想到什么？例如心脏的跳动，蹦蹦蹦蹦蹦，是不是个律动？有没有人反对？有没有人心脏是这样蹦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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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律动，行，我们来翻开二拍。
Thank you.
你就可以怎么要运舌，舌头在嘴巴里面要嘟嘟嘟，最后要关回来啊，对啊。
无敌，厉害了吧？所以呢，只要他告诉你们说，你们有机会遇到喜欢的歌，你也可以把它点一点哈，把它变成你要的歌词，让大家来唱一唱。再来一次哈，下次我们来有机会来那个歌词创作的时候，啊，不要不要，把你的才华发挥出来。再次啊！
那个时候六八胎，对，有的时候会有六八胎，有的是三八胎，有的是四胎、二四胎、二胎。什么叫二二胎？不是一样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谢谢。
凹进来，凹进来会很僵硬，所以这里要保持向外，然后把你的重心用这个右手的大拇指把这个鼻子撑起来，这样子的话。